想这次香港这个大学这次研讨会，我接到通知以后非常高兴，但是呢，我正好在路上，在这个湖北襄樊到重庆，经过陕西，在这一段线上，正在做这个民间考察，所以不能够到会，非常遗憾。所以就组委会这个邀请吧，我就说两句，以示对大会的祝贺吧。这个我首先想，因为咱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公民记者这个话题啊，首先我想讲到的这个公民记者，在我来说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个词，也许在是因为我这个所生活的这个大陆这个环境嘛，在特定的环境下，我是形式上不承认这个的。不承认我自己，而且也不承认有公民记者这么一说。尽管实质上我们是在做着所谓的公民记者的这种工作，所以我想更准确点讲的话，应该是公民记录者吧。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在形式上这么讲究呢？第一，记者是一种行业，在大陆那势必有一天会纳入到非常严格的管理之中。所谓第一，首先你要有记者证。为什么我们这些公民记者现在至少是现在是言论是比较相对比较自由一些，比较放松一些，我们所看到的所听说的可以作为记录，用文字等等，用自己的博客去传播。可是呢，你一旦是作为一种记者的身份出现的话，势必有一天可以被人用作当做这个就是作茧自缚吧，简单讲就是作茧自缚。所以我不愿意把自己陷入的这个陷阱里，所以我不承认有这个公民记者。首先我不是公民记者，我愿意做一个公民记录者，而且我已经记录了五年。你给他支持了，你要都没装了，我呀。你在这沟里头的，在这口袋头的，他底下没装呢，正在在下。重庆回去了没有？回去了。好。当然了，我希望大家在实质上。大家这种工作，所谓公民记者这种工作，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做下去。因为我相信博客的属性就是一种，尽管它的形式上是一个程序设计员的记录纸，是菜单式的文字，但是呢，这是原始的说法。但是不久以后呢，这个它的属性就已经成为一种平民媒体。大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借助于互联网。他就可以做到一个人向诸多人去发表言论，两个到三个。我开始就为自己七个到八个，然后到七十、八十，到一百、二百、一千、两千，为每多一个人感到欣喜。为什么呢？每天我要写东西就有这么几个人要看，而且这些人呢，他是这个记录了我的，就是收录了我的这个博客。所以他可以说，他每天在眼巴巴地等着我要发表什么言论。你说一个人有一些人想听你说话，这种感觉如何呢？所以你对这些人要进行负责，而且你不但要给他们提供新鲜的这个资讯，这是我觉得公民记录者最值得荣耀的地方。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讲，已经做到近乎于偏执，痴迷。这个就是当然是私人的事情，因为我喜欢新闻。尽管在大陆当年是政治条件不允许，所以我记录者的一些看法。就说我自己的实际工作的话，我现在基本上零七年。走了五个省，河北、山西、内蒙、宁夏、陕北，最后到达西安，骑自行车旅行73天，自费。然后呢，我当时涉及的话题，通过我的博客播出。然后我涉及的话题有，比如说地下煤窑，我经过山西地下煤窑。第二，有那个农牧区的退耕还林。这在长江以北11个省的这个三北防护林，华北、东北、西北都涉及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金木圈养，是在牧区。第四，在这个宁夏的这个少数民族工作地区啊。另外就是由于前几年那个陕北的这个石油发现石油以后，这个石油暴富和那个私人承包和国家这个承包期的这个提前收缩，
等等一系列问题引起的纷争，导致现在的这个贫富分化，陕北的这个贫富分化，这是我最关注的。所以最后一站我到了陕北，然后最后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个李自成诞辰400周年，结束了我那一段旅程。所以当时写73天，写了133篇文章，拍了上万张照片，20多段视频，当然这个事已经过去了。这次出来的话，经过这两年的锻炼吧，我对我的公民记者的公民记录者啊，公民记录者的手段又进行了这个进修。现在我可以在当天可以就视频做简单的视频节目的制作，然后加上字幕加音乐，然后这样更富于感染力。所以我的博客现在是算是13料吧，就是可以用文字、图片、用视频，甚至用速写。这次玩动用了美术速写，来描写一些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来记录，使我一个人的媒体的话，更加丰富、吸引人。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我的博客的，我有5个博客主题，在那个博客底下标题底下都写了一句，读写由烈欲，读书写作由欲望，人的欲望，然后呢，游遍天下，所以请其一生而致力吧，这是我的一个格言。我的所有东西就通过我这个一个人办的杂志，我认为它是，我给它这样戏称吧，然后呢进行扩散。所以我感觉做这个是在我后半生里是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一个非常合适对我可以做的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吧。我将矢志不渝的去做下去。另外预祝大会。